天王刘德华的父亲刘力于11月20日离世，华仔在官方网站华仔天地遗憾宣布消息，也将网站换成黑白悼念父亲。5日刘德华在香港殡仪馆为父亲设灵，预计明日中午出殡。他在中午12点抵达香港殡仪馆，虽然戴着口罩，但眉头紧皱，神情相当哀伤，紧牵着妻子和女儿穿越人群步入父亲灵堂。途中人非常礼貌，对现场媒体打招呼，双手合十致意。刘爸爸上月在家人陪伴中安详地离开，葬礼才不公开形式低调举行。华仔表情难掩哀伤，令人相当心疼。